跟这个横纹的中间点的地方去按压，这个叫做，其实它是我们人体一个很大的泄热的穴位。最大的因素啊，其实是你得到痛风的危险度会比没有这种病史的人哦，会有高出九倍的一个风险。9倍，所以你看我为了这个脚的这个痛风，我多虐待自己，根本跟满清十大酷刑一样。周休二日，Go心配，晚间9点，跟郑凯云一起健康再升级。